来，女友跟我们去打球吧，今天咱们和一班比赛。我不去了，夏老师让我等他。哎，那太遗憾了，少你这个暴力小前锋，咱们班肯定要输给一班了。没关系，下次我帮你们报仇。蓝妞，夏老师怎么总找你呀？估计是我爸爸训练太忙，我晚上要和他住。嗯，蓝妞同学，你就别瞒着我们啦。什么呀？全班同学都猜出来了，什么夏老师啊？他肯定就是你妈妈，对不对？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。就是，蓝妞，你做人还挺低调。哎呀，你们瞎猜什么呀？她真的不是我妈妈，不过她对我就像妈妈对我一样好。那你妈妈到底是谁呀？都说过了呀，保密。蓝妞，夏老师，来。咱们走吧。